官府向台塑争取30亿的农业安定基金，每一家人拢用伫咧全民身上。几年来，补助文盲式设施超过500公顷，将近2000户，农机超过30000台，渔业机械超过10000台，成功改善农民生产的设备，提升农产品的产量甲品质。好的政策爱延续，耶！